这全是绝活哥吗？感觉玩的挺好的。如果说队友恶心的话，那是真恶心。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？Hart， 为什么最近很多人都找我请吃那个吃饭什么的？还可以是你也吃，然后有一个那个，反正很多人。什么时候？所以什么时候请吃饭？什么时候？你想吃啥？我想吃贵的，好的，好吃。哎，我们要不那天吧，就是就下个月我们 Fun Plus 的叫什么？你退役不是你哦，年会不是你退役是吧？我们那天就到时候就我请你吃饭，你想吃啥？你先想好。你想吃海鲜吗？吃洋房，我想吃洋房。行。啊 ？AA 吗？洋房又不贵，洋房很便宜的。很便宜个屁啊！很贵的。等我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吃过？我吃过。哦，骗不到你。我今天跟什么思茂姐他们也去吃过，然后这是谁请的客？刘青松啊什么，然后他们你说什么？这是谁请的客？之前谁买的单？看那个看跟谁一起吃啊？我记得好像跟思茂姐也吃过，马哥也吃过，然后之前好像刘青松、林伟啥，但那个时候是好像是我们方有一次是我们 Fun Plus 所有人去的，那个好像不是他们请吃的，好像俱乐部，然后那个是选手吃的话。主要是选手们都知道我很穷。是洋房，洋房确实挺贵的，洋房。很贵的那个。洋房很贵，洋房很贵。嗯。差不多，嗯，确实贵。那很贵。那个确实贵。那很贵，然后还有。不过这挺好吃的，好吃是好吃。哎呀，我真的是，我都是那个找老婆要那个零花钱的人。跑得好快啊，这个猫咪！猫咪是最能跑的，看到情况不对，赶紧下车换人。跟马哥吃的好像那个不是最近的事情，那个，好像一年前吧，去年。洋房火锅是一个餐厅的名字啊。然后，其他我主要是我之前去吃火锅都是跟金贡吃那个什么海底捞，金贡很喜欢吃海底捞。所以之前都是金贡，我跟金贡什么可汗什么是那些人一起去吃。我们每次放假的时候，不是每次啊，我说有时候不是每次，因为 我每次放假都要回家嘛，陪老婆。有时候比赛什么5点的比赛打完就7点，我会跟他一起吃什么的。跟金贡吃的话，谁请吃啊？这个很多其实都是我跟我的队员吃的话，都是我请吃饭。我怎么没有吃到你请过的海底捞？因为您那时候是，是那个没有资格是吧？哎，不是，没有资格，因为替没有资格，替补。啊，没有资格，我没有资格请。哎，不是，因为那时候你是替补。就我们几个手法就是打比赛的。啊，别说了。恭喜大哥，恭喜水星。OK。星星，你不会是我说的这些话都信了吧？我信了呀。哎，没有，你也知道那时候我们不是都在那个基地点外卖嘛，什么海底捞外卖什么的。OK。主要是那时候你每次都那个，每天都出去，晚上都出去，那个放假的时候跟那个。你不请我吃东西也算了，你还要尬黑我吗？我出去干什么尬黑呀？我都知道你那时候不是每天晚上都出去，然后就。那个跟我说今天晚上可能会很晚的，我可能要3点左右才能回来，我可能就不回来，明天早上回来多硬币我们这你不记得啦。我是个观众的话，我还信，我还会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如果我是观众的话，你们信吗？不是观众信不信的问题啊，是实话呀。又是实话了。你不记得了，信。每次打完比赛，本来规定打完比赛是要先回基地才能走的，每次有个对棒就直接回家了。哎，那个是我。你知道吗？每次我们不是出去外面打什么比赛吗？出去省或者出国，那一次出国，然后他就杜英斌就一个人自掏自费买机票然后走，我们都是公费，买不起机票嘛。杜英斌自己掏钱出来买个头等舱飞回去，屌的，对不对？行，是不是？行，我先跟你说一下一个事情啊。
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语速有点快，有点急了？哎，是行不是嘛？啊，你不觉得是，是嘛？哎，我每次我是们大家一起哦哦做，是这样哦，不就好不的行？好的，是的，但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急了，行？不哦，急啊，我是急什我么是呀？我是是是，哦，您说我是是哦，是。我现在 OK，那我现在慢一点说。哎，不用了，大家什么呢？你已经急了，大行。家都是坐公费的机票回去，就有一个人就自己花钱买机票，先提前回去。那个人是谁呢？亲，嗯，你还记得那时候我确实我自己买的，你记得吗？我每天都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每天早上回来就直播嘛，第二天就回来直播，你记得不？对。然后为什么你每天早上6点就回来呀？你跟我一间房，你跟我说。我什么时候跟你建房？我跟你跟我小天一间房啊！你刚跟我说记得，然后是的，是的，然后又来又后来又说什么时候？你怎么第一那个刚才说的跟现在说的不一样啊？我每天早上六点洗完澡出去的时候，你刚好就刷卡就进来，然后哎，欣你是从哪里回来的？你跟我说，啊，舒服了，啊，我要睡了啊，我就背家睡了一会儿。记得不欣，这个是记得。我差点就信了哟，我差点就信了哟，你6点钟起来。又能起来干嘛？又能起来直播吗？我那时候每天早上7点的，哎，那时候看19年看过我直播的时候，你们都知道。比如说我去外地打比赛，比如说我明天要打 OMG 要去成都，然后后天我早上的飞机就回来，然后早上11点就直播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你11点直播，你6点起来干嘛呢？不是11点直播，所以回来飞过来要时间。所以每天早我每次坐的是最早的飞机，6点7点的飞机，所以我6点起床。哦，心急了，我这有证据呀，心啊，我这有证据哟，急了急了，你太能编了吧？什么太能编了？你是不是急了，心？我差点就信了哟。哎，没事，我理解的，心，都是兄弟嘛。都是兄弟。心，你现在知道吗？你现在有点编不下去了，是乱讲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问你的学友知道，青衣现在是在乱讲，都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但是呢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是会信。但是你这边说的都是在变，在想骗人，所以你现在，哦，急了急了。你这个人吹牛逼，编故事真的有意思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信，你问一下你直播间的水友啊，哥哥。你们是信我还是信他？啊，你们是信我还是信他？你们是信我还是信他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哎，我还记得你有一天那天晚上跟我说的话。算了，还是这句话是不能说的。啊，这句话是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什么话不能说呀？哎，这句话真不能说，没有，不能说。哎，我记得那天我们出去吃饭，然后我们那天餐厅遇到两个啊，你说要那个什么？哎。算了，我这个好像也不能说，我跟你没有吃过饭，我不会跟我不会跟替补吃饭。原一起吃的时候，全部人所有人一起吃的时候啊，然后不能说，这个不能说，行，替补跟首发选手好像不是一起吃饭。没有啊，我经常跟你们一起吃饭的，我蹭饭呀。开玩笑，行，别急，开玩笑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兄弟们。他去年其实新一是真的，新一是我跟你们说最努力的一个。我去年世界赛的时候，他每天都陪我陪到凌晨2点3点，是吧？新一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真的呀。新啊，我看到那个你直播间有一个东西是那个什么认证，好像是S9世界赛冠军打野，好像后面多一个那个替补的神。是那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以为看错了，你知道吗？2019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打野替补的神，昨天加的。OK， 可以，在，嗯，可以。这个昨天加的吗？刚加的是吧？对，昨天加的。OK， 可以，没事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替补的神也是神啊，也是神，对不对？我是混子king，还可以，你可以加个混子的神，我觉得听起来挺好听的，混子神，混子，混神啊！别！又在一个真神，然后我们都是啊别的地方的神。那林伟强呢？林伟强，
喊一下吗？六娘什么的神呢？对面全 AD 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那个冠军皮肤，炫彩的多有。嗯，加油。嗯，加油。下饭的神，他们说了一个凌晨的神。下饭的神哎，凌晨的神，凌晨的神，对对对，林文山的凌晨的神。对对对，感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，老板大气，非常感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凌晨的神 ，Hello 六皇 ，Hello 六皇。出汗了，谢谢六皇的火箭，谢谢六六大大。确实，你平时都不运动啊，什么的都不会出汗，反正那个也很快，是吧？上次你跟我说，你除了打比赛的时候都不会不出汗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很快？不是，你之前跟我说过这句话，你不记得吗？你说你平时都不会出汗，是因为不出汗，是因为就那个也很快，而且不运动。完了啊！哇，你看对面的人，对面的 ADC 是谁？我操！哎，怎么就 UZI 啊？一个混神，一个哇，新，这么转移话题是可以的。